中方已表明对有关事件的立场，我们坚决反对并谴责暗杀的行为，对这一事件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深感忧虑。加沙应尽快实现全面永久停火，避免冲突对抗进一步升级。中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内部和解，认为实现巴内部和解是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、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重要一步。中方对巴各派为达成北京宣言付出的努力表示赞赏，真诚期待巴各派在内部和解的基础上早日实现巴独立建国，将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此付出不懈努力。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，中东地区的局势越是严峻，国际社会越应努力地缓和局势，推动冲突降级。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，反对外来干涉。我们愿同有关各方一道，为促进地区的长治久安，做出不懈努力。